应该有，我也不知道。颜色就是有的。有的人去看了这个，然后有的人去看了这个，然后有的人去看了这个。我觉得实在是个学问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有它的长相，所以就是说很细腻。虽然我不是很懂，但是我昨天学的一些我现在计划里的到店会开多少？没有特别喜欢，最重要是我们的第一家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保障所有的基础要先打好，未来大家开始做没有一点时间的时候要来，就是他们都不会很辛苦，还会照顾我。小米不用进，因为他们跑不跑，可能看到可能会开放加盟了，好，可能会。他干嘛是什么微笑啊？有人回答。他什么时候打算开？应该要等，我觉得是跟我们真的觉得这样是因为他的我们都准备好。营业额到达一定的阶段，哎，你今天问礼拜天怎么问啦？礼拜天然后礼拜天就礼拜天来，对，跳皮。明天礼拜天没跑。你先试营运几天了？试营运没有，试营运啊！不要再问，那礼拜天就有活动，应该都已经回本了吧？不要再问，还没啊，问别的，饮料店不要再问。接下来唱片合约的计划，唱片合约我们应该会签给 Uniqlo。 是吗？就是最近有在筹吗？我跟 Uniqlo 的开始去哦，这是有连续约的，没有。我在讲的，哦，这是连续约是乱讲，连续约是乱讲，所以就没有连续约。哎，我不知道。抱歉。不认识。不会打。因为好像有提到跟华大合作的板块，那因为已经好像12年了吧？啊。对，没有想说可以。挑战有新的挑战，挑战换一下新的公司，挑战新的公司，这有什么好挑战？这真的就是缘分啊！每个人相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一定的这种默契，我觉得这当然可以。那如果这次去的话，跟你上次没有到，就是对你们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其实他一直都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对，不太熟悉他对下的工作，因为他最近没有。对。不排斥啊，
所以除了环球，还有跟别的公司吗？目前三间公司。唱片公司，唱片公司，除了跟环球，现在有蛮多公司都跟你有联络，都有合作的。不会直接打给我。哦哦。对对对对对。聊一下你什么公司啊？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大家聊什么？今天没有几个人能聊，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什么公司。欢迎。那我想说，我们投资类似像两个公司，对，是因为做了一些市场。哈哈哈哈哈。他昨天也是有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 CDI 要不要我？然后我就说没有 ，CDI 要不要？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不是他？我说因为你是整个运作的，在运作客户有不同，运作是跟很多人。然后说我要负责接牙，是单一的Thank you.
目的跟希望的人，很多他都在一块。那就是就是感觉现在的人的什么话，无论是生活方面、音乐也好，或者是在家里面都在一块在一块，因为他们的作品非常的受欢迎。谢谢，那关天线不够，我们就请人力宇老师来帮我们回答。